如果一整天按照这个菜单吃的话，会花费143元。好像跟我大学每餐外食的费用一样。人在成长的过程中，带着自己的文化背景，食物必定是文化中重要的一环。然而，到了新的地方，改变饮食是一种减少开销的方式，也是一种放下自己、向新事物敞开的方式。所以我每天都狂喝柳橙汁。嗯。